张学友9月14、15日返场成都，此乃天赐良机，小伙伴们千万不要再次与歌神擦肩而过了哟。歌神演唱会场场火爆，此次张学友成都演唱会更是火到不行，又到了拼手速的时候，快来随小编闲来了解一下张学友成都演唱会的门票价格与订票方式吧。张学友成都演唱会时间，2018年9月14日、15日，张学友成都演唱会地点，成都双流体育中心。张学友成都演唱会门票价格480、580、780、1180、1580、1599，在线预约。大和票务网，时光荏苒，男神不老。有人说，听一首歌神张学友的歌，就如同过完了一生，这一点都不夸张。歌神的歌影响了很多人，甚至是几代人。歌神的歌之所以传唱度极高，因为他的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你都能在歌神的歌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而且百听不厌。听着歌神张学友的歌长大的粉丝，有的已为人父母，但歌神还是一如最初遇见时的样子。 ACLASSICTOUR 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返场成都，终于又能一睹歌神的风采了。那独特的嗓音，满是故事的歌曲，都是宝贵的财富。毕竟能在现场听歌神唱歌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华丽的舞台，360度无死角舞台设计，还是最经典的四面舞台，世界顶级灯光、舞美、音响，铺天盖地的全 LED 屏，打造360度超立体四面台，每首歌随着情境的起伏，呈现歌神心中的精彩画面，堪称视听盛宴。十套服装造型给你不同的视觉体验，32人的大型乐团暨管弦乐团队，30位专业舞者与特技演员共同演绎歌神心中的40首经典曲目。有些歌只有现场听才能更明白其中的韵味，有些人可能这一生都见不到几次，在家门口就一饱耳福和眼福，机会难得。让我们在9月14、15日相约张学友成都演唱会。成都市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共同见证万人齐唱吻别的震撼场面吧。